法国泳坛新星马尔尚二号在巴黎奥运游泳200公尺混合式项目以1分54秒06的成绩再度打破奥运纪录，强势夺下个人本届赛事的第四面金牌，改写法国在奥运游泳项目新游。捷克搭档斯尼科娃和马哈奇二号在巴黎奥运网球混合双打决赛以6-2、5-7、10-8击败中国对手王欣瑜和张之臻，摘下金牌。巴黎奥运网球男单四强赛，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直落二击败意大利选手穆萨提晋级金牌战，将对上西班牙小蛮牛艾卡拉兹，争取他生涯首面奥运金牌。在巴黎奥运田径混合4x400公尺预赛上，美国队选手诺伍德、里特、戴德蒙和布朗跑出3分7秒41的佳绩，改写3分8秒80的前世界纪录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